好啦，没有掉东西。宝箱，宝箱啊，不行！我先把所有人、所有都干掉。你不会也算是敌人吧？啊，不算。但是我想要带你走。而且用这个做陷阱，他连主人都不会认。看到我一直喷，超生气的。欸，还有楼上，竟然，虽然还有三只怪哦，这哎，哦哟。我有没有？我想要开车。哎呦呦！进来好不好？进来嘛，进来陪我玩。进来，进来，进来！哎，你不要那边卡点呐！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有瞬移过来，你瞬移在原地在瞬啊！算了算了，不怎么痛你。我先干掉魔法师好了，对他比较软，先打掉。吓死我！这我都会自己去撞。我知道，我知道顺走，我先干掉这只。哦哦，吓我一跳！拜拜，好了，胜利，胜利。太大只，走路不好看。这种有玩家拿火象放神魔脚下，哎、欸，哎、欸，好聪明！哎、啊、呀呀呀呀！啊，刚刚怎么不喷火了？喷了，喷了，喷了！要玩开一前一后的放石像卡，大家都会，大家都用这一招吗？可是放一前以后，我是不是就会被自己也被烧？太近啦！我就这样跟他转圈圈。来吧，我们来转圈圈 ，Let's dance。找到，找到。嗨，嗨。嗨，你好，好贱哦！嗨，你好，多么哦，还打不会，哈哈，你这个笨蛋！来这里，来这里，喷，再喷！嗨，这里，这里，我在这。嗨，你好。喷啊！喷他，喷死他！都不用自己打哎、欸，真好！他放这两个，真好！耶、yeah! ！好 OP 哦！带走这个好物，就是要回收再利用。耶、yeah! ！我可以下去拿宝箱了。哦。哦。太近了，门回家。这以后我就不用做门。耶、yeah! 欸！哎、欸、是那个摔下去摔落不会受伤的吗？哎、欸，减半而已，他没有没有、欸。我东西忘记拿了，哦，还是会掉出来，吓我一跳。想说我东西没拿，后面就这样不见了。怀珠啊，你做的很好，将希望骑士取回了呢。四个可以卡完，喷爽爽，感觉就很爽。父亲拉达托姆就从就从这里开始，而你的工作也快结束了，好贱哦，卡王！历史上也有人拿大炮隔院的射龙，大家都学会各种那个。那以后就不缺门了耶，真好。对啊，好了，门这边都拆了，拆掉所有东西。对，火把也拆一拆。哇，以后我就不用自己做了。
方便。耶！有，刚好敲过了，我觉得很丑，所以我就拿一个。好爽。有成就，龙王别穿光之盔甲，勇者盾，用石像跟打死龙王第一战就有成就，没差了。可能到时候之后再看，如果真的打不赢，我再耍剑，当作是最后手段。好啦，先拆这些啊，以后不够再呢。可以拆吗？哎耶，钢制大门看起来就很帅。阿旺刚刚那边钢制大门简称，但是我想无视他，他这个勾兑吐不出象牙的梗。咦，嗨，想无视你们，跟无视阿旺一样无视你们。对啊，金属史莱姆，我当时应该打他的，只是有些法师等的钢我还是算，还蛮多矿的嘛，其实。大炮跟炸弹，前几张有拿过、啊，这张哎、欸，等一下，抓个羊就卡点了，我可以插我的希望旗帜了，先拿着。来吧，我的第一个城镇，不是第一个啦，这张的城镇。帅的，可不可以直接插了就直接进化呢？不行。温暖的光辉充满了四周。白珠啊，你做得很好呢。那里就是你今后在此的据点了。你身为具备创造物品能力的人，在那里有非达成不可的使命。伊藤和大安安，其中之一是重建王都拉达托姆，而另一个使命则是重新打造已失去的传说中武器与防具。即用来打倒龙王的道具，让这个世界回到被黑暗笼罩前的状态。这么一来，你的天命便完成，阿雷夫加尔德也会逐渐复苏吧。白珠慎重起见，我再强调一次，你并不是要打倒龙王的勇者，这一点请你不要忘记了。他为什么一直强调这个？一切遵从精灵的指引，应该是跟剧情有关系。我想，不要雷我，所以不要跟我讲，我不喜欢被雷。可能玩到最后应该就会知道了。看一下我据点多大，就到这一格这样。欸，他们什么时候来的？你们什么时候跑过来的？哦，好耀眼的光芒啊！还有那身影，莫非是公主？然后你到底是谁？还摆着一副缺乏紧张感的表情。真的只有公主称赞我，其他人都会屌我。创造师哦，具备失落的创造物品能力之人是吗？抱歉，我被龙王的祖宗变成石头太久了，对这件事不了解。所谓的创造师，换句话说，不是战士，而是像工匠或铁匠那一类的职业，对吧？哇哈哈，那我就放心啦。还好你这样的人没说出要去打倒龙王之类的疯话。跟不上，还在看金武，没关系，反正。都会抛实况记录，然后可以慢慢看，没关系。我是从前在拉达托姆担任士兵的拉斯达，请多多指教。不过这样的话 是要由谁去打倒龙王啊？难道要我去？不，怎么会？你跟其他人讲话。哦，原来所谓的光明是如此耀眼啊！和火把截然不同，多么的温和而美丽！而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本笼罩在我脑袋里的迷雾也像是散去了一般。这么一来，就能够以预言者的身份指引你走向正确的路了吧？谢谢你哦，白珠，等待你这么久，总算值得了。
什么鬼啊？好了，白猪，首先先重建失去的建筑物，让高达托姆复苏，然后我们一起来打造讨伐荣皇所需要的道具和武器和道具吧。真正是路比斯赋予你身为创造师的职责啊！啊，真公主，哎、欸，哦，你来犯哦，你干掉好了。我这边血也太弱了吧，才马上就死了。打龙王可以用最后的剑无关成就指数，不穿防具，最后防具出来以后放大伤即可。这模式有奖励。哇，你朋友好冲哦！日文版玩三轮，然后中文版又玩了两轮。哦，这光芒实在太温暖了，而且这个地方也令人感到相当怀念。白猪还没发现什么东西啊？由于此地重建王都拉达托姆，我已经听说了，那正是你身为一位受路比斯赋予创造物品之力的创造师所要完成的职责。当然，我也会提供协助的。我们一起来打造全新的拉达托姆吧。对了，这个送给你，希望它对你重建拉达托姆有所帮助。哎，力量指环，先装。反正我现在没其他可以装，就装。白猪，虽然我很想要立刻开始来重建拉达托姆，但城堡的遗址如你所见是一片惨状，究竟该从哪里着手才好呢？白猪，可以活用你目前为止的经验，帮我想想有什么好法子吗？想？咦，你说什么？要在那个地方打造国王的房间？看起来就是了。的确，记得从前那个地方好像有国王与公主的房间，可是现在这种时候怎能劳烦你制造那样的房间？咦，你说什么？有王座的话可以成为重建拉达托姆的象征，是吗？如果有国王的房间能够让大家心中产生勇气，那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你实在非常体贴呢，真是谢谢你，白猪。以前王座之间是这样子的，就麻烦你使用这张设计图来进行重建。欸，被丢到仓库，先把不要的东西丢进去吧。好，然后设计图。欸，真的就这么大一个。欸，好大，放，先放再说，然后先跟其他两个人接任务。我说白猪，你有听说过吗？想象龙王挑战的话，需要特殊的剑与特殊的盔甲，那似乎是叫做王者之剑和光之盔甲铠甲的东西，听起来就帅帅的，感觉蛮中二的。但据说如今两者都已失去，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要打造出那些武具，一定也是你身为创造师的职责吧？哎，白猪，除了用来打倒龙王的武器之外，你不觉得拉达托姆这里也需要有能够保管武器及道具的仓库吗？没错没错，从前在拉达托姆，记得是这附近，应该有一间排列着宝箱的仓库才对。我说白猪，房间本身构造交给你去想，做出一间摆着大仓库、两张装饰仓库的挂毯、三个宝箱加上收纳箱所组成的城内仓库吧。就是等一下再移动。白猪啊，重建拉达托姆，这便是你首先必须达成的使命。而身为预言师的职责，就是让你踏上正确的路。因此呢，白猪，我希望你能打造一间过去存在于拉达托姆这里的占卜室，反正全部都是叫我重建东西。只要有占卜室，不仅能够为重建拉达托姆带来帮助，同时也能够更正确的指引身为创造师的你迈上应走之路吧。那边哦，那边已经被我乱盖东西了。这一点在这一代最好，我觉得盖在这里比较接近拉达托姆以前的样子。其实你们都已经决定好要怎么重建啦。好了，白猪，依照这张设计图制作出占卜室吧。好了好了，你要给你就给你啊，看你可怜。先把这个拿掉。他地上都已经帮你画好了，你看，好吧，就这里吧，照他的那个，画力可怜，好厉害，好厉害，
是先丢旁边。好，我先做这个好了，这个比较小，一个一个来。城墙地，城墙哦，都是要城墙，不能用土了吗？我想用土不行吗？城墙我可以做吗？这是石，可是它是要用烧的。对耶，城墙。石材跟铁，哇、哦，要铁哦，好麻烦哦。我一次可以50个，还蛮多的啦。这个城墙只要18个就好了，地要20个。好，先地，然后再盖城墙，又没有这么麻烦。石材、石头没了，马上就有。墙地，城墙地，好啦，开始建啦！干嘛跟着我？你变态啊！都你啊！到这空间没开到。先用土块，然后撒粉也可以。哎、欸，对哦，可以那个用那个粉哦。可是我都做了，那就盖吧。做都做了。欸，我放错了。欸，它地是很少。哦，地才10个。也太小气了吧，那个一做就50个。超小气的。城墙组。它是只能做墙嘛，地应该不行。地还是要自己做。一个可以做50个，却感觉还好了。地比较麻烦。我等等，哎，哎，不见了，钻进来。哎呦，你们还有打到我家？哎呀，我被冰箱gank了，冰箱今天一直gank我。好了好了好了，可恶！三四，哎，歪了，还好可以回收。好了，那就是铺这个。盖过去，盖过去。那个本来就有了，还需要自己再盖一次吗？先盖再说。有算吗？有够了，因为有了就不需要再盖一个木门，两个挂烛烛台，一个魔法台，收纳箱，魔法台，魔法台好像被我丢在那边吗？哦、不对不对，魔法台被我丢在这边。我、哦、要饿死了，我、哦、饿死了，那个可以帮我补，帮我补补食物的。诶、欸。你哎、欸，不能补了！我、哦、竟然失去了补食物的功能，快因饥而倒下。我刚好拿到香菇，对不对？我可以烤香菇，我可以烤香菇。啊、哦，烤掉！为什么不能补了？都有这能力了，很小气呢。吃吃吃！差点就饿死。啊，继续盖。刚刚什么？还有忘了啦，混蛋！木门，木门我应该有。这个是魔法门。诶、欸、诶、欸、我没有木门，我只有更好的门。木门可以做，还好。哦，刚刚的这个，嘿、欸。剩下两个挂壁烛台跟收纳箱。挂壁烛台，挂壁烛台我是没有打回来吼，这不一样。好，
就坐吧，两个挂壁烛台。哦，是这边吗？挂壁烛，哎、欸，好像没有哎、欸。有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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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一次做是五个，很好。好了，所有材料都有了。放，放。哎、欸，空房间完成。好了，成功了！做好一个母亲，这是他的占卜师。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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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军人将神圣道具放入箱中。你讲话，我要跟你回报了。哦，太棒了！你将我的占卜师做好了是吧？如此一来，就能够正确的指引你这位创造师应走之路了。创造师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打倒龙王，做好准备工作。其实阿白猪打倒龙王必须前往龙王居住的魔岛，而为了前往魔岛，则必须先做出名为彩虹之路的特殊道具才行。但它的原料据说被封印于拉达托姆这里最深层的黑暗之中。那里是什么样的地方？有什么在那里等着？目前都还不清楚。不过我会在这间占卜室里设法找出它的地点，然后告诉你的。同时，我也打算调查看看能够打开那扇黑暗之门的最后的钥匙制作方法。白珠，只要有了大地精灵露比斯以及我这个伟大预言者在你身边，你就可以放心等待，等候接下来的指引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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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耶，我可以挥喽。接下来见，这个好了。铜钢制大门应该是我刚刚偷回来那个，呵呵，马上就有，有拿回来真是太好啦！噔噔，开心，又要城墙地了，跟城墙整个不够啊，先用城墙地要34个，哇，这我觉得我素材会不够、欸，城墙地。城墙地怎么好像什么摩根的名字？这种骚的石材，我要去打大量的石材了。啥？看到这种，这么多石材，啥？虽然石头应该不用骰可以踩，但是就骰一下吧。这边这个地方其实都灰了，但是素材蛮多的，草类的还蛮多的。解开诅咒的话，好，应该够了吧？应该够我做。不能像以前用石块就好麻烦，只要用土块，直接土块就搭一搭就好了。哎、欸，哦，用烧的啦，我在干嘛、啊？我应该把另外一个拆过来，这样子才不用跑来跑去。这要34个，所以要做至少要做4组，10个啊，铁不够了耶。看一下我可不可以再烧、啊？可以可以，还可以烧，都烧吧。都没有煤了，我现在又开始缺矿了，可恶！30个，40个，好，先去干。明明它下面就已经有地了，为什么还有地啊？好，我城墙上面已经有一些油了，不需要再建。这个国王的房间、啊，那我是国王吗？我可以在里面睡吗？我把你们重建的这边，我可以当国王吗？
给我当国王吧！哎，好 ，OK， 城墙哦，城墙6×14，所以我至少要54个。54个，我身上不知道几个。城墙，哎，我34个，所以我33个，所以我还要再做，没有食材，怎么那么缺石头？我把城里面打一打。打打打！那城里面还蛮多石头的嘛，然后没注意，就直接跑出去打，这样够吗？石墙，咚咚咚，43个，刚是说54个，好了，53个了，随便打个2个。先暂时接应一下，以后要补它再说。啊，它是要2层高诶、欸，石墙，层高、门可以踩中，应该是可以，可以可以，门可以踩上去。麻烦。哎、欸，刚怎么看有人走进来？刚怎么看有开门？用跳的，你把下面这层盖完好了。哎呦哎、欸，公主跑进来，你在看过来你的房间吗？哎，所需空间不足。好了，挂壁、烛台2个，王座2个，我做得出来吗？我材料够吗？挂壁、烛台、王座，哇，整修的布，那好像是打法师掉金，我也没有金，这个要去收集。那我，那先等一下好了，我先重建这边。刚刚说要诶、欸、要什么大仓库、哦？大仓库在这里。嗯，是你？不用啊啊，爆仓了！啊，对哦，大仓库。真是的，忘记先把东西丢进去，再打掉大仓库，造成我刚没办法放。先随便丢、欸欸哦，这样就可以了。不小心做了奇怪的蠢事。哎、欸，刚是不是这个先拿出来？刚好像说这个要挂钟嘛，我先放上去。要2个挂牌，对，放在左边跟右边。中跟右中，看房间了。陈用大柱，大挂毯，挂毯。陈用大柱，我是不是有偷到？陈用大柱，是龙柱，哎，好像不一样。没有，好。那我们继续去做。哎。城外可挖护城河或壕沟，怪物来袭会有自爆弹。这算雷吗？我之前有做过护城河啦，不过倒是没有自爆弹这种东西。哦，白猪，我不要让你打到仓库，我是要看什么？大仓库跟收纳箱，好，收纳箱有2个挂毯哦，2个挂毯，3个宝箱，2个挂毯，3个宝箱。OK。个挂毯，3个宝箱，好像一堆吧。可
是我没有挂台。放错，随便丢，要把这个放在里面才对。好，这一张会有自爆弹，会炸车。是哦，还没遇到过啦，等一下遇到过再看，等他出去我再试试看。现在是要做挂轴。挂轴在纳利亚，纳利亚有了挂毯，是挂毯不是挂轴。金哦，要金哎，都是要金，那我就是要去打金跟打那个布了。好吧，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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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